我哋两个配嘅话，只敢摆嗰度系好啊！听日就系开幕典礼啦，如果一切都完美啊！但系而家就完全乱晒龙啊！两杯热辣攞酒嘅，唔该晒啲啊！咁就啱啦 ，Stephanie 开铺嗰阵记得用呢种语气啊！细路，你好有天分，你有冇兴趣做我哋呢间娱乐店嘅行销公关部主任啊？ 当然只限夏天啦！我想啊，多谢你啊，先生，多谢晒啊，放心啊，我唔会令你失望噶。唔记得睇时间添，我要走啦，你要确保所有嘢都100分，因为所有人都系嚟 Big Egg 嘅娱乐雪糕店嘅。我只系得有限时间去证明我嘅能力啊！哇 ，Stephanie 佢表现得好兴奋啊！希望佢唔会太过兴奋就好啦。我戴咗呢个头套就咩都睇唔到啦。其实娱乐雪糕同仓鼠有咩关系啊？冇关系，吸引到人嚟就得啦。每个顾客都可以嚟转呢个仓鼠轮盘嚟攞优惠。Andrea， 有人嚟买嘢嗰阵就唱呢首歌，OK？好似有啲长喎，系咪啊？Emma， 你搞掂我啲海报未啊？我见到嗰边有个空位啊，睇下你觉得点啊？ 我觉得都几好啊 ，Stephanie， 但系啲餐牌睇落去唔系好清楚咁咯。系啊，但系你未见到 Olivia 设计嘅路上餐牌喎。好啦，好多人会嚟帮衬，我知你哋搞得掂嘅，加油啊！唔该晒。你想要咩啊？我睇唔到个餐牌啊！如果想要搵呢篮味，要几多钱啊？算一转呢个魔法仓鼠轮盘，你就知道。哦，点解有只咁精灵咁可爱嘅仓鼠喺度嘅？Stephanie！我要你而家嚟铺头啊！即刻啊！即刻啊！但系，我唔理你用咩方法都好，一定要嚟啊！ 我得嗰10分钟休息时间，我唔想喺度等咁耐。我净系想攞你个电话号码咋？睇下生意点先，我好有信心做得好好。啊，得咁少钱嘅，发生咩事啊 ？Emma， 我哋要多啲海报 ，Andrea， 你要落嚟啲唱歌先得噶嘛。Mia，我哋要多啲人帮手。我谂到条好桥啦。咁太好啦，讲下知系点啊？抌咗呢啲嘢佢，吓，同埋呢个，吓，仲有呢样啊。 哇，细路，呢度睇落好正咁喎！多得我班朋友帮手咋，佢哋提供咗好好嘅意见啊！我好中意啊，又简单又低调，简直算得上系，有格调。我唔系嗰啲识得唱歌跳舞嘅人，但系我咧，你想我哋企喺边度啊？你讲得啱啊，人人都会嚟 Big S 雪糕娱乐店噶。